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，我又来给大家介绍 MOD 了。今天这款 MOD 可以说是非常强力了，添加了几十种功能各异的弓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看到我手中翻滚的弓了吗？话不多说，我已经跃跃欲试了。先来试试这个，射到的方块都变成了灰烬，对水也同样生效。就这，换一个试试。这雾气墨黑的一团是啥？我去，这片范围内直接失明，但是范围属实有点小，看起来是可以把方块转移到空中。那么只要我一直点。转移上去的方块可以用来跑酷，但是这弓可以说只是为了娱乐，没啥意义。前面发现的掠夺者正好可以当小白鼠。我靠，这一团团的绿色烟雾是死人发出来的吗？真是晦气，掠夺者都被整吐了，不行，受不了了。看看下一个，这弓也太花里胡哨了吧，这效果是在蹦迪吗？这把红色就是普通的爆炸弓吧，看起来并没什么亮点。这把就有点东西了，我天啊，射一发就直接触发箭雨，这要是在生存模式，估计我已经成筛子了。雪滴弓用来做个装饰还是不错的。我去，这把就暂且叫它惊雷弓吧，法师最爱的武器。这把弓能把方块聚合成一个球，熊孩子拿来捣乱还不错。这把火焰弓直接把草皮掀了，可还行，正中我还能把人弹飞。这些掠夺者都被我点亮了，但是感觉还是缺那么点威力。这把是传说中的剑在人在瞬移弓嘛，要是在生存模式可得好好瞄准。我去，这对着自己脚下来一发不得直接把人整飞。看了这么多威力强劲的，再来看个好看的吧，夕阳下的彩虹还是挺漂亮的。这剑矢能直接复制底下的方块生成墙，要是在基岩层使用。我去，这些掠夺者上到村庄来了，不行，我要保护他们，在威力强劲的弓箭面前，这些强盗简直不堪一击。火山都出来了，这就离谱，多弄出几个，说不定掠夺者他们就知难而退了。这漫天箭鱼好像没敢跑，掠夺者村庄就没了。新的一波攻击，看我制造箭鱼。这就失败了，看来是防卫过当了，这些武器的威力也太大了，下回下手得轻点。对这个数据包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体验一波，记得注意安全。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